随着庭院的更新，石阶禁卫巨人来到了这里，不过可不是无尽的石阶僵尸哦，只是秘境的石阶啦。那么哪些植物一v一单挑能够干掉石阶禁卫巨人呢？挑战正式开始。豌豆迫击炮，挑战失败。猕猴桃，挑战失败。冰龙草，挑战失败，尖刺秋葵。挑战失败，糯米投手。挑战失败，火鸡投手。挑战成功，雷龙草。挑战失败，
下位交击枪手。挑战失败，贪吃龙草。挑战失败，鱼钩草。挑战失败，五叶豌豆。挑战失败，原始豌豆射手。挑战失败，